然后接下来我们即将往一号隧道出发，那我们先让大家好好休息一下，身体欣赏一下美丽的热带林景色。当我们穿越一号隧道之后，我们即将为大家介绍第二种知名的功法，也就是登山步道螺旋线。要说大家现在好好欣赏一下这美丽的山谷水势。